来叫各位大班长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都欢喜进来到故乡。阮阿公是满头大条的人，进来到这个所在，也看到师傅姐，也看到咱的副馆长孙帅爷，也看到蔡医师，看到侪侪亿万同志，包括今仔日从这条上班的，连进来讲我嘛讲袂出来。这条车撞人，做咩办呢？对唔对？咱都是主办单位，对无？哎，当主办的甲手交办，这条上班呢？我办的对无？所以，今日大家这个所在，只有一个声音，这个所在是咱妈祖娘娘头前开眼宫的庙埕，是咱台湾人上单纯、上朴实、上朴实的所在。台湾人老实。但是不是出钱要糟蹋的，台湾人故意，但是咱绝对袂沾沾唇论，带有文化挂。